听说女生会给喜欢的人改奇怪的备注，发个信息测试一下。我发烧了吧？我没有啊。有啊，你刚才给我发了，说住宿特具体来说就是困了睡觉。啥呀？我真没发。困了？不是我发的。不能啊，我看一下。你这一手机啊，不是我手机没有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有秘密瞒着我。我给我烫着了。都给我烫着了。本来你给我备注 ATM 拿我当取提款机啊？不是。啊。啊，就从加油那天就开始预谋了。是。好好好。我也看看你的。我不让。妈妈。不要。我这该是啥是啥，你名字呗。你不会背着我天天看美女吧？被我发现。我是那种人。那你看看呗。你天天叫我猪，我不是猪拱白的吗？我就给你一个大白的。那你是那猪啊？